它这饭也是很特殊，我个人是很爱吃这种嘎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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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翻成加加豆加豆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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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这个试试看，这个有点卤味，我一看它是一个植物的绿色植物菌做出来的，它就是它要。我就知道它这个香，因为天天都要放。今天起来了，今天起来了，负责做榴莲。问题是，我看到有人养过啊，不是，但他没钱。虽然他虽然他虽然没关系，我做你只能吃很多，吃了三四天的，不是吃三四颗，是吃三四天的，吃了三四天。怕不怕？我买的时候1980块钱。黑咖啡。我先冲的啦。怎么那么快？突然在叫我，我应该，我应该。你在吃东西啊？他定睛的一直看着。基本上他不太敢，但是被我们抓到一次偷吃，他坐在那边这样，然后你就他马上就吃他的。太香了。哇！大家。